你们来晚了，康康走了。机长，什么时候可以降落？塔台，这里是 GP6223，请问一下，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降落？ GP6223， 现在机场还是无法降落，请在指定高度盘旋，等待指示。 我们的油量不多了，我们不能再等了，深圳降不下去，我们只能备降广州了。不行，备降广州，这样太耽误时间了。康康怎么办？想问你怎么看？我同意，备降广州。 萧默，塔台，这里是 GP6223，我们飞机上有重要的医疗物资和救护人员，人命关天，我们请求尽快降落。GP6223，现在不建议降落，继续等待指示。继续等待 GP6223，备降广州。是，任机长。 不能备降广州，康康还在等医生，还在等骨髓，他没有时间了。我们必须降落再深圳。吴迪，现在不是我们不想降，而是我们降不下去。那为什么不可以试着从暴风雨中穿过去呢？之前忙降的时候，你不是都已经做到了吗？现在为什么不能试试看？吴迪，请你搞清楚，我们的职责是负责几百个人的安全，而不只是抢救康康。孰轻孰重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否则。 请你离开驾驶舱。塔台 ，GP6223， 我们现在不能再等了，我们准备备降广州。 GP6223， 允许你备降广州。收到。 是吴迪的朋友，让我们过来帮忙的。吴迪的飞机现在到哪了？他什么时候能过来？阿姨，你别着急，吴迪的飞机在深圳现在下不来，迫降到广州了。他们正在开车过来呢。还要多久？如果顺利的话，可能要一个小时。 各位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康康因为器官衰竭，抢救无效。你们来晚了，康康刚刚走了。
刚刚你进手术室的时候，让我告诉你，他不能再陪你一起飞了，就让熊机长陪你一起飞。